相声《海燕》，表演者马季、唐杰忠。喂，哟啦嘿呀，哟啦哟啦，嘿啦嘿啦嘿呀！快下网把鱼喂，虾儿抓，鱼儿飞，咱为革命打鱼虾，沾点都还心里美，心里美呀、啊！啊，你唱的这是海上渔歌呀？行啊。你还有点渔民的生活啊？我就是海边上长大的嘛。是啊，哎，哦，这么一说，你也使过船呢？使过。你也摇过橹？摇过。你也出过海？出过。你也翻过船？翻过。啊，没翻过。什么叫翻过船呢？我说那个带帆的船呢。哦，那我也使过。哦，全使过。哎，那好极了。嗯，有机会到我们船上指导指导去。你在哪个船呢？我就在那个妇女船。妇女船呢？啊，我们大队党支部啊，为了支持妇女们的革命要求，组成了一对妇女船。嗯，从此打破千百年来妇女不能出海的旧习惯，为妇女海上作业闯出一条路子。那好啊。哎啊，你怎么上妇女船了？我在船上当顾问呢。这么说你海上经验还比较丰富。哎，这可谈不到啊，那比起我们女船长我差得太远了。哦，女船长是谁呢？20岁的一位姑娘。哦，她叫什么名字？她名字叫海燕。哦，海燕。哎，这是贫下中渔给她起的名字啊，说她不怕困难，敢于斗争，就像海燕一样迎着风浪展翅高飞。呵，这个名字起得好啊。海燕高中毕业之后啊，要求回村参加劳动生产。哦，立志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社会主义的新渔村。海燕是个有志气的青年呢。对，海燕是敢想敢干，作风泼辣。嗯，